好了，各位观众，欢迎回来热力追气。我们今天又要来到了摩托车的章节，那今天就是要骑着 Kawasaki 的 H2。那为什么不骑 H2R 呢？因为 H2 本身就是设计在街道上面使用，那我们今天也是要去跑一些街道，而不是跑赛道嘛。赛道才是给 H2R 的，所以我们今天就骑了这台神车 H2 在路上，好好的操驾一番。那我们现在先把小夫的安全帽脱掉，稍微看一下这台 H2。哇，我觉得它的整个设计感有没有1000cc？ 但严格来说应该是998的排气量，然后 H2 我记得是200匹吧。不过听说2019年 H2 要稍微往上升级成231匹，越来越狂啦 Kawasaki。 那这台车子呢是使用这个机械的增压，然后前面它的车头哇，远看真的是超级霸气，有够帅。我们等一下开进去改车厂里面来看一下，在 GTA 里面它能做到一些什么样的改装啊？应该外观上不会差太多啊。哇，这个角度看过去，这光打下来真的是超级好看的。想不到在 GTA 的世界也能把车子拍得这么美丽。我们现在骑上去看看好了。第一人称骑得上去吗？可以吗？骑上来。好，准备发动。哦，等一下，我看到戴上安全帽。怎么自己戴上安全帽？戴上安全帽好像看不太到仪表板，不过它的仪表板呢，应该是 OK。它的电子仪表板不会动，但是指针的仪表板会动。来看一下第三人称，哇，这声浪真是太棒了！好的，各位观众，那我们现在就前往洛圣都改车网来看看它能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改装吧。我觉得他还没改装，骑在路上就超级快的。改车王在这个地方，我们从这个地方进去，比较少从这个地方转进来，在下面一点，转错道了，在这个地方，哎呦，差点撸到别人啊！好，来，老板，哎呦，差点又撞到，他的马力真的太快了，有点难控制。好，右下角只写了一个机车，没有写出 H2。好的，来看一下护具的部分啊。没有悬念，改到最满。刹车也是一样，改到赛车级的刹车。这是什么？保险杆差在哪里？这卡钳也没有变啊，就这样装下啊，装一下，装一下。底盘是怎样？这个应该就是在一般道路上的吧？有后照镜，然后还有排架，然后呢，再下一个什么？这个是全部碳纤维吗？他把前面全部都改成碳纤维，不过我等一下想要改颜色，所以我们就先照好了，我们改这个版本好了，好不好？引擎的部分升级到最快，排气管有分原厂和这个，这个管子怎么才像原厂管啊？我曾经印象中 H2 的原厂管就是长这样。好了，我们就装这个，喇叭不用改，车灯不用改，喷漆当然要改成我们 Kawasaki 专属的绿色嘛，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绿色是比较好看的绿啊。青柠檬绿吗？看起来应该就是青柠檬绿吧。我们装备青柠檬绿，再来变速箱改到赛车级变速箱，涡轮装上去，GTA 可以装涡轮，好爽。车轮的部分就是装防弹轮胎就可以了。OK， 这种青柠檬绿非常能够代表 Kawasaki 啊，哇，整台车都绿绿的。那如果改成刚刚是在底盘那边嘛，如果底盘改这个呢？它就绿色只剩下前轮的挡泥板了，整台车就变碳纤维，这个就是一般很常看到的碳纤维设计。好啦，那我们还是改这个，我看一下。哎呀，好难抉择啊！可是这个灯罩好帅啊，这个灯罩真的超帅的，这个看起来让整台车比较立体。好啦，就这个啦，各位，我们就改这个。OK， 差不多了，起出来看一下。哎呦，好，我们就来看看全部改装完的H2 在热力逼追器当中能有什么表现吧。我们现在就前往赛事的起点。好的，我们现在在起点上面了，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5 4 3 2 1 OK， 四星通气开始， Let's go， 往前哦，两档三档四档，这是怎样这速度？我刚才看到上一集的 F1， 来哦，好快哦，超快的。来，我看一下数据哈，零到一百两秒，好，非常的快速，哦呦，差点拢了，一百到两百五秒钟，哇塞，超快了，超快了，来，呦，这台车怎么直接撞，哇，朝我这边撞过来是哪招？路上的民众可不可以不要对我这么怨恨？我又没对你们干嘛，一直往我这边撞过来哪招？哎呦，这警察开枪了，来，不要过去，
哎，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过来啊？飞起来，飞坡，飞坡！哇、哦，上来，上来，上来！哎，还行，还行，还行，好险，好险！我差点以为我要掉下去了。好，我们挑战这个没有跳板的地方。然后呢，因为 H2 是摩托车嘛，所以那个伤害显示好像不会出现的样子。啊，不过也没关系啊，那个也是参考看看就好了。来哈，这个地方哎，哇，这几趟可以直接把我卡在这里，太神了吧！直接拖一道时间，我不知道会不会比上次阿鲁还快、欸，应该可以吧？来踩一下，飞起来，嘿，过来啊，没事。我觉得隧道里面那一个，我们还是看看状况。哎、欸，踩一下，我劈被弹回来，拿刀！我靠！哇塞，哇塞，哇塞！哎、欸，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别闹了，别闹了，警察大哥们，你们别闹啦！我要破纪录啊！我每一张都要以比之前快为前提啊！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人称好了，这边应该可以开一下，开一下下就好，好不好？一下下啊，这个帽子有点暗，一下下不要，借我过一下，走路间，走路间，好，这个地方切回来。呀，这个地方要踩刹车，哎呦，差点撞出去雾来，飙起来，哎，好多车停在这边，哎呦，哎，不让我过，哇啊，你可以，大哥你可以啊，大哥，你真是有点厉害，哎，穿不过去，把他们撞掉有办法吗？撞，哎，撞掉了，直接把其他门撞掉，这边好像还有一个跳台，不过还是不要乱踩好了，哎，撞到了，可以吗？Ninja， 现在几分了？两分钟，还有几人骑脚踏车在这高速公路上面？这边应该算是西部高速公路吧？你看，超多人骑脚踏车在路上的。然后结果哈，天哪！哎呦，今天的警察看起来很顽强哎，他们会以各种奇怪的角度让我停下来。差不多到中间就是三分钟了，对，这边差不多就三分钟了。OK。我们等一下要以非常快的速度往前飙了，路肩走起来，卡普过弯。这边的弯其实都没有到非常的弯曲啊，所以就还好。来左摆右摆，我钻钻车缝，钻车缝。哎，我们骑在中间，增加一点难度好不好，各位？可以可以，不要老是说我走路肩，我还是偶尔会到道路的中间的好不好？这样很危险，你看，这样非常的危险。那这个还是在游戏世界里面看一看就好了哈，哎呦，差点进不去隧道。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画面的四周会变得有点像红光这个样子，就是被警察通缉的这个样子啊，就比较像 Need for Speed 的那种感觉，希望各位会喜欢。来，转过来，我们要逆向一下吗？哎，好，逆向一波，有机会吗？如果没有机会就算了，看起来是没机会。三分五十秒。上次阿鲁不知道是几秒钟哦，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这两个摩托车的数据，这有到七档，不可能吧？哦，一派警察停在前面，转过去。哎，警察车转过来，哎，这边今天的速度好像蛮快的哦。来哦，我等一下回去看一下我们阿鲁的数据多少，再比较一下。哦，他的声浪真的好好听哦。来，这边再切换成低人称。来，我们静静的听一下，我就不讲话。哇，好爽！他一直在最高速的状态。比较可惜，这个电子仪表板没办法显示这个当下他车子的速度，只能看我们右下角的仪表板。294，刚刚今天最快是295，是不是？没有办法破300，有点可惜。飙起来！哎呦呦，这个装甲车怎么乱停在那边？哦，警察不要！哦呦，哎呦，我闪哦，哎呦，我在闪哦，哎呦，这边市区的车真的很多。4分58秒、59秒，快结束了。今天的影片应该超级短，一下就结束了。转过去，哎，转过去，碎碎，好的，结束。喂，怎么飞起来？我，哎呦，哎呦，啊你啊我也有，怎么卡在这里？怎么卡在这地方？哦，直接一个起来在这边。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做结尾，好不好？来这边看一下，5分08秒，哇塞，比 Suzuki 那一张还要快啊！ Suzuki 那一张是6分49秒吧，而且那时候最高速度才200多而已，这台 H2 直接超级暴力，直接到300了，真的是超暴力的神车啊！这台100到200，5秒钟，不愧是超多人敲碗的一台机车。我们
们来稍微下车看一下好了。哎，不会掉下去吧？好，还好。它的外观上只有一些些的擦伤，因为我今天也没有说到撞到很多人，也没有飞出去什么的。哇，这整台车真的是霸气感十足，太帅了，太帅了，各位观众。我们今天这个 H2 Kawasaki 有没有神车？就这样子，直接一波破纪录。好啦，那我们今天的 H2 就做到这边，希望你可以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到我的 MB 粉专站，更重要的是按下小铃铛。那我们就在下一张的模组影片再见哦，大家拜拜。